为什么要切腹？你回来了，父亲，你们为什么要切腹？任务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我也无脸回去见将军，只有切腹才能洗清耻辱。父亲，是女儿不孝，女儿只是不孝。 我明白，你和你姐姐一样深爱着段天涯，宁愿与为父作对。我六圣丹马首教子无方，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无话可说。父亲，女儿知错了，求父亲不要切腹。混账！ 你要我回东营被人耻笑吗？即使我可以不要脸，但绝不能丢柳生家的脸。我的追求与梦想在这次失败之后已经全完了。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你的同门现在已经全死了，该轮到我切腹了。 现在由你来监斩。不要，父亲，你不要切腹。父亲是武士，武士的死也要有名誉。你来为父亲监斩，然后把我的头带回故乡去安葬。我不可以，我不可以。飘絮，你过去一向听父亲的话。 可是你现在已经变了，我让你去杀段天涯，可是你却跟他私定终身。我要你监斩，你又不肯，你要我带着耻辱去死吗？我不要爹死，父亲，我不要你切腹。那你想让我一生都抬不起头被人耻笑吗？父亲，父亲，只要你不切腹，我什么都答应你，父亲。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绝无戏言，绝无戏言。那你起誓？我留声飘絮，对天起誓，只要是父亲。 不切腹，我愿意听从父亲对我的一切指示。无论父亲有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拿解药来，是给你爹用啊。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令我爹打消了切腹的念头。我让他尽快恢复功力。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有，只怕你是不答应。不为忠义的，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好，等我把解药给爹拿回去之后，今日黄昏，在姐姐的衣冠冢前，你和爹决一死战。大哥，别相信他。 百军之将何必同他成匹夫之勇？你爹非要和我一战吗？他认为只有你和他其中一人的血，才能洗清他的耻辱。但马首恢复十成功力的话，天涯，你是打不过他的。我接受。海棠，把解药给他。大哥。 这一战，是我跟柳生丹马首个人荣辱之战，跟护龙山庄、巨鲸帮还有柳生新阴派都没有关系。飘絮，你告诉你爹，太阳下山之前，我会在雪极衣冠冢前等他。好，不愧是我的天涯哥哥。大哥，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但是我要和小林一起去，免得你被暗算。
我明白。也好，大家准备一下，一起去吧。嗯。段天涯，我刘胜家多年来的心血，我三个子女的前程，全败在你一个人之手。我不杀你，愧对天地神明，愧对柳生家列祖列宗。该还的始终要还，手下见高低吧。父亲，如有神佛阻挡，我必把神佛诛灭。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杀此人。他们剑气，剑虽然未出鞘，但是剑气一直照着他们，就算走到他们中间，都会被分尸而死。为什么几天之内他的功力大进？这是为什么？短时间内将人体的潜能全破出来，但只能维持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后就油尽灯枯了。飘絮，海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控制他。大哥，我怕飘絮姑娘已经失去了元神，从此都会疯疯癫癫的。我们东瀛人把她称为失魂症，这也难怪。父女之情，血肉相连，他一掌就把父亲打下万丈深渊。飘絮和雪姬都是因为我。大哥，你别这么自责，这件事不完全是你的错。海棠，一个时辰以后他的大穴便自动解开，到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在京师的话，有全国最好的神医，或许可以用药治好他，但在沿海地区，一时间很难想到办法。
我们就马上起身飞马回京，最快三天就可以到达。海棠，三天之内飘絮的病情可以控制住吗？海棠，海棠。啊，好，我立刻通知义父和天下第一庄，等飘絮姑娘一到就马上抢救她。好。上天明鉴，我段天涯一生孤苦无依，先得身后养育之恩，再得雪姬姑娘错爱，现在飘絮舍身相救，又害她犯了弑父之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补偿她。我欠他们这些债，叫我如何去偿还？上官姑娘，御马已备，保在三日内回京。小林先生，其实飘絮姑娘的失魂症非常严重，大哥在场的时候我不便多说，怕她担心。你是怕飘絮姑娘她？她伤了心脾肺三经，这种病很容易变得疯狂，我怕她会失去人性，并且胡乱伤人，甚至杀人。这三天的路程，你怕他的疯病会爆发？嗯，尤其是他的武功这么高，一旦疯病发作了，恐怕很难制服他。连你和段师兄都治不住他，我们总不能伤害他吧？我怕他不是杀人，就是自杀。没有其他办法吗？三台八座，在天字第一号、玄字第一号正从沿海省份火速回京，你们立刻去找全国最好的神医赛华佗回来见本王。是。等着，这只七色灵芝你们拿去交给神医，他看到锦囊之后就知道怎样处理。领命。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哥，我们出此下策都是为了飘絮姑娘和大家的安全，如果她疯病发作，我们更加束手无策。可你们这么做还把她当作人吗？简直把她当成野兽啊。别无他法。飘絮，飘絮，你看到了吧？我也不想锁住他。要不这样吧，我在马车里陪他，点他大穴，到了晚上就给他喝凝参汤，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了？段天涯与海棠正在福建带着柳生大马首之女回京，可是此女丧父之后得了风症，闻说段天涯已经被她打伤了。朱铁胆对你们两个没有怀疑吗？托督主之鸿福，他一点也没发现。你们也不要太托大，这老小子不简单。飞鹰，属下在。截杀段天涯。
禀告飞鹰总管，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待呼龙山庄的段天涯、海棠经过，就可以毒箭结束他们的性命。我看皮啸天的功夫再高，也不是段天涯的对手。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力敌，应该智取。是。小心，他们是瞎子。大哥，你们先走。好的。一刀，你怎么在这儿？护龙山庄的情报一早已得知你们在回来途中，神侯派我来接你们。哦，他叫柳生飘絮，义父已经知道一切了，赶快回天下第一庄吧，全国最好的神医正在等他。那次的病到底怎么样？大夫，大哥，你不用问了，赛大夫这么怪，他不会回答你的。不过我想飘絮没事了。你怎么知道？他给你的是天下第一庄的圣药七色丸，这种药这么珍贵，他不会随便给人吃的，尤其是快要死的人。就是说飘絮有救了。嗯，希望他身体快点好，铲除心魔。但愿如此吧。神医已经看过飘絮姑娘了。是啊，看来他已经没什么事了。你这次做得很好，巨鲸帮内乱一除，这样以后我们就不必再为沿海的海盗心烦了。不过有件事好奇怪，我们回来的路上遇到舰队，竟然有人来救我们。是吗？是的，不知道谁会帮我们。曹正淳只知道找人潜伏在我身边，但是不知道我安排更多的人在他身边。义父，我们堂堂正正需要这样吗？需要。你的武功无论有多高，你也只有一双手；做人无论有多棒，你也只有一双眼、一对耳朵。而要得到真正的胜利，就要看谁的消息多、消息准。而成败的关键，就是看你的情报够不够。这么说来，我们有人在东厂了。当然。不过这件事你不用管。天涯现在怎么样？他在陪飘絮姑娘。我明天去看他。现在先让他休息。是，义父。天涯。飘絮，你醒过来了。我们现在回到中原了，这是天下第一庄。刚才大夫给你喂了七色丸，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是京城。对，这就是我的家。家？我哥哥、姐姐，还有爹，他们都死了。
没有家，我没有家。飘雪，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吧。到了京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还有我呢。你，我想当你的丈夫，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天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拜堂成亲。怎么了？你不愿意吗？不。天涯，我愿意，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你的妻子。义父，这次奉命前往聚精帮铲除东瀛浪人已经完成，这其中幸得飘絮姑娘相助。天涯，你不用多说，本王的情报资料天下无双，一切早已了然于胸。飘絮姑娘身体已经无恙了吧？回禀神侯，飘絮的身体已经没事了。这样最好不过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以后就留在京城。飘絮指望以后一生一世都跟着天涯大哥，今后一生都托付于他，希望神侯为我们做主。好，本王就为你们主婚，等你们结为夫妇，天涯，以后你要好好的爱护妻子，不能伤她一分一毫。飘絮，你要更加的爱护夫君，为他开枝散叶，相夫教子。飘絮，天涯，本王还有一句话要单独同你们两个说。义父，那我们先告退了。本王至今尚无妻儿，天涯，你是我的义子，本王希望你们将来生下的第一个灵儿改姓朱姓，做我的孙子。谨遵义父之命。好。其次，既然你已嫁入护龙山庄，我想从今以后你就不要保留东瀛的姓氏。神侯的意思是忘记自己是东瀛人，嫁夫随夫，你将来就是中土人士，柳生家族的关系从此脱离。本王的要求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日后你们一定会明白。明天我们就要拜堂成亲了，从今以后我就要彻底忘记自己是一个东瀛人，今夜是我作为东瀛人的最后一夜，父母生我养我育我之恩，今夜特来焚香还过，还有兄长石兵卫自幼疼惜我，视我如珍如宝，姐姐雪姬更加纵容我，还叫我武功。今夜趁我还是东瀛柳生家的女儿，我以你们的神灵致谢，以后你们的在天之灵将与飘絮彻底脱离关系，但是我死之后灵魂一定会回到东瀛与你们相见。飘絮，你干什么？啊？怎么会这样？没事儿，正是我们柳生派的丧功法。丧功法？
是一个普通的妇人，我就可以安安分分的做你的女人了。飘雪，你何苦要这样？若不是这样，如果我还留着东瀛的武功，你义父、你的兄弟们怎么会接纳我呢？飘雪，听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申后家族的媳妇了，我还要东瀛武功干什么？从此以后，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你身边，为你生儿育女，一生一世的照顾你。义父，飘雪，他的内力，他已经自废武功了。大嫂现在很累，不如先送他休息。你们拜过天地，便成为夫妇了。天涯，你以后要好好的这样照顾飘雪。飘雪，你嫁进我们护龙山庄，那以后就不再是东瀛的武士了。义父，天涯一定记得。海棠，你送天涯兄嫂回府休息，我在书房等你。是义父。一刀，你跟我来。是义父。一刀，护龙山庄有内奸，你负责杀了他。你知道是谁吗？可疑的人不止一个。本王要借飘絮引那内奸出来。义父，危险吗？任何发生在护龙山庄的事都是危险的。那么天涯他知道吗？不能让他知道，他一定舍不得爱妻。他的性格我非常清楚，他可以为情离开义父，他实在太像我了。一刀不明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因为暂时在你心里面只有恨。你要留意要杀飘絮的人，不管是谁，你要先杀了他，知道吗？知道。哎，走了。哎，短兄，告辞告辞啊！啊，我们先走了，先走了，走走走，告辞告辞，走了。大哥，我有事想问你。什么事？这把刀是我离开聚精帮时捡到的，我想是你当时太匆忙了落下了，现在还给你。是我故意留下，不想带回来。是吗？我以为这把刀对你很重要。当然重要。那是为什么？有些事我想把它记在心里，有些事情我想把它忘了。我明白。对了，大哥，大嫂她真的自废了武功吗？你是担心一刀和义父他们对飘絮还有所怀疑？其实一刀跟我们青梅竹马，还和你肝胆相照，应该对大嫂不会有什么。我只是担心义父还对他有成见。柳生派的功夫你我都领教过，义父也认识不少柳生派的高手，他既然是我飘絮，应该知道飘絮已经废了武功。我相信我们大家会相处得很融洽的。我想会的，就算飘絮还会武功，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是
糊弄山庄的人。拜见督主。醉碧红，你没喝酒吧？督主有要事吩咐，小的不敢喝酒。昨天神侯为义子大婚，大宴江湖人士、朝廷百官，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人呢。听说这个媳妇儿很有来头，你江湖阅历广，可知此事啊？回督主，东瀛柳生家族有一子两女，皆传上了柳生派武功，除了忍术之外，独门碎骨掌与飘雪人间剑法都是一代绝学，东瀛无人可及啊。哦，神侯摆宴大会江湖人士，是想广告天下他又得一高手。这段天涯要是有难，他这东瀛的妻子能不出手相助吗？对，督主英明神武，料事如神呢。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个忙。你去找他，让他把段天涯的新娘子飘絮杀了。他和东厂没有丝毫的关系，就是东瀛人想复仇也找不到门上。要是他不愿意出山怎么办？那你就冒充他，把这件事情办好。天下只有你冒充他才最像。这个很好看，你要喜欢就买了它。好啊。天涯，你怎么了？吸阴派有一套阴魂寄生大法吗？我现在寄生在段天涯的身上，你做什么想什么，我都可以透过这个身体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要，父亲，你不要伤害他，你不要啊。孩子，我怕你把我的话忘了。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不，不要，父亲，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我会记住你对我说过的话的。不要，你不要杀他。啊，飘雪，怎么了？啊，怎么了，飘雪？没什么，我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梦见什么了？我梦见爹，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爹。飘雪，那只是个意外，别怪自己了。你知道吗？我整个晚上都睡不好。我只要跟你过得越愉快，我便会想起爹。我明白，但是死者已矣，我相信你爹在泉下有知，也会体谅那次是意外。那次真的是意外，你再睡会儿吧。
飘絮，你怎么了？没事了，他已经跑了。那是爹的血，这不是你爹的血，你别怕，是我。冷静点，我是天涯。 别怕，没事。真有这么奇怪？是。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睡了。还大呼小叫的吗？当我把血迹清洗干净，把兵器收起来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天下间竟有如此古怪的病，是什么病？ 会令人害怕血，以及兵器。三神医跟你提起过吗？是不是他的风筝又复发了？你肯定他只是见到血及兵器才会发狂。只有一个办法，大哥把所有的兵器都藏起来，尤其是你的金刚软件。我们是大内密探呢，怎么能没兵器在身旁呢？这可是权宜之计，不这样。 难道让大哥不做大内密探了吗？情义两难，为什么非要我在呼龙山庄跟飘絮之间去选择？大哥，你别那么担心了，事情还没到鱼与熊掌的地步，而且大嫂的病情可能只是偶尔发生的，我已经派人传赛神医回来了，到时候就药到病除了。但愿如此吧。 庄主，赛华佗真的失踪了。你说什么？什么叫真的失踪了？还有假的失踪吗？赛华佗的亲弟弟赛神农说的。他怎么说？他哥哥真的失踪了。那就是真的了。奇怪，赛华佗一直都没有失踪过。段大侠，奉庄主之命，为夫人诊脉。哦，又劳赛大夫了。 那次病况如何？段大侠，你要有心理准备呀。赛大夫，您是全国最好的神医了，不会有什么病，连您都治不好吧？好，你放心，夫人无大碍，你去取一碗热汤来。好。 是假扮赛神医的人，叫醉鬼红，精善易容之术。他没有道理杀飘絮。可幸义父神机妙算，知道有人要杀嫂嫂，主我暗中保护。大嫂，喝点药吧。 这么苦啊！啊，这是安心凝神的药，趁热喝很有效的。天涯是不是在外面？他在啊。海棠，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你问。我怀孕了，真的？那你说，天涯会不会喜欢我有身孕了？当然喜欢了，天下哪有丈夫不喜欢自己妻子怀孕的？我担心他，我怕他有了我和孩子之后，遇到危险任务便会分心。怎么会呢？你别傻了。
当然会了，他有了老婆和孩子，就很难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嗯，这倒是。海棠，你答应我，先不要把我有身孕的事情告诉天涯，好不好？参见义父。大清早这么急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我说，怎么变得吞吞吐吐的？天涯，我天涯，你要做什么？恳请义父准许天涯请辞。请辞？为什么？内子不幸得一怪病，每逢见到兵器和血便疯癫大作。可天涯身为护龙山庄天子第一号，绝不可以不带兵器在身，也难以避免血光残杀。所以有这样的事？还有，内子已有身孕，天涯实在不忍心让他受到惊吓，动了胎气。你以为护龙山庄的大内密探可以像朝廷里的其他命官一样随时可以辞官归故里吗？天涯之罪，还望义父成全。不要说了。你起来吧。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年是怎样相遇的？天涯记得。我膝下无儿，一直视你和海棠为我自己的儿女。天涯不孝，未能侍候义父您老人家，还请义父见谅。你走吧。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放弃一切。多谢义父成全，义父大恩大德，天涯只有来世再报。来世？我等不到来世。火龙山庄一直都欠缺人才，你是知道的。这样吧，你的天子第一号令牌暂且就放在我这里。义父是说，我不希望你完全隐居，但是飘絮的病的确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休息。在我的封地里面有一个孤悬的蛇岛，那里与世隔绝，你大可以在那里稳居。等飘絮的怪病好了以后，你再回来复职效力，你意下如何？谢义父疼爱，天涯铭记难忘。我和他有何分别？怎比是爱的强烈？逃不空这种痛，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爱要的是完全，容不下残缺。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犹豫？没有你，我只是废墟。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怎也灭这感觉，它把我撕裂。怎么解这纠结，在爱的江湖我不曾退却。我只要做你心里的第一，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义？